自从当了所长以后，就再不给我打电话了，是不是啊？行，说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编队是这样，我们抓了一个强奸嫌疑人，特别嚣张，还点了你名字。点我的名儿？不是，他叫什么呀？张一伟。谁？张一伟。你小子跟我好好听着啊！你先别动他。 一向等我到了再处理，我现在不方便跟你明说，明白吗？兄弟，你这升上去了，这空出来的驻监检查室主任的位置，应该是罗金然补上来吧？嗯，基本上这么定的，但是最后的任命还没下来。省检察院二部的何树国主任那儿缺一副职，也想让小罗去，说是办公室都准备好了。 但是政治部那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一直拖着没动。小罗啊，我接触过，各方面都不错，还挺希望他来的。不过这个好事多磨，咱也不能耽误人家幸福，是不是？哎，万一小罗没来的话，你觉得谁会调到我们这儿来啊？陈监狱长，有件事儿我跟你。 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你们吃。哎，你回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说。熊检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说。陈局长，出来说。就这儿说。不跟你说了吗？熊检长不是外人。小王、老张，你们回避一下啊，我们开个现场会。 是郑瑞，他的五分监区出了点小事儿。什么小事儿啊？服刑人员在路上偶遇郑警官，突然情绪激动，辱骂了郑瑞。其实郑瑞也是因为要控制对方情绪，才不得不拿警械动手了。对方受了点小伤，但是这两天监区长和教导员一直在积极的协调这件事情，只是到目前还没有结果。 郑瑞，哎呀，过去练过散打，没事就爱动动手，要不然手痒痒。没出大问题吧？嗯，问题大也不大，在咱们监狱的医院住着呢。住院了？严重吗？被打的服刑人员目前已经昏迷，左臂有明显的骨折。 这事儿麻烦了，昏迷了，啊，骨折，对啊，怎么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呢？我跟您说了，咱们到门外说去，现在检察室知道了，他能不管吗？这瞒得住吗？啊？ 熊检是什么人呢？这事儿能瞒得住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是熊检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，那现在时间的是巡回检查制，随时有可能有巡回检查组进驻监督，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着啊？啊，这瞒得住吗？这个是，这不是正等着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吗？这下倒好了。 受贿，加上殴打服刑人员，不是，现在我们这正凭这个先进呐，这回奖金全都泡汤了。如果是骨折的话，就别再想什么奖金和先进了。老陈，你是老政法，这骨折恢复的好算轻伤，恢复不好就是重伤。如果确定重伤的话，双开都是小事儿，起码三年起刑。我们王监狱长。 就住院了，出什么事都是我这副职顶着，不是这太监的命操的是皇上的心，难呢，这个你知不知道？老陈，你也别急啊，待会儿咱们就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被打的服刑人员叫什么名字？还不是那谁嘛，就整天不服气，别拐弯抹角的，叫什么犯的什么案子？沈广军。
930杀人案那家伙，什么？怎么？这个沈广军的妈妈叫胡雪娥，前两天刚刚在十大法制人物表彰大会上，啊，他在那大闹了一回，当时张书记就表态了，要给他一说法，要还人民以正义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啊。 这事儿他网络上他吵得沸沸扬扬的，你说这时候他惹上事儿，你不管枪口上撞吗？这是，熊姐，按说啊，案子就是案子，跟别的事儿没关系吧？咱们查咱们的舆论有影响吗？李科长，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啊？网络时代，网络的力量是很可怕的，我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了。熊姐，我都知道，但是咱们别废话了，赶紧带我去看看。是，这边请。 你这等我一下，我换下衣服。哎呀！大白兔，怎么没？哎呦！你不打背头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要不是老太太拦着，我们一刀剁了你，信不信？ 你怎么总要剁了我，剁了我了呢？第一，你真不见得能剁得了我。第二，你要剁了我，你得被法办，知道吗？你办，你现在找人来办。他办我，哎，我上次是没跟你说清楚吗？啊，别来找我啊，别来我们家，别骚扰我妈，你再来老子真杀人啊！行，其实你要不想让我来找你妈，也很简单，你帮我找一下卖给你彩票那人。 如果他真的死了，你帮我找着他家人也行。我只想查出来是谁让他把彩票卖给你。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了，我绝不找你麻烦。不光不找你麻烦，我还帮你解决你弟弟沈广军的麻烦，甚至我都可以给你60万，怎么样？啊？啊？ 不可能！陈广顺，你被人贿赂了，知道吗？你被人用卖彩票的方式贿赂了50万，你懂吗？那你明白吗？我一个破修车的，人家贿赂我50万，图什么呀？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没被贿赂，那你干嘛一提这个事儿这么反感呀？啊，为什么不敢面对啊？ 很简单，因为你内心也认为那天在豪庭夜总会的地库里面，你骂了那个大金链子一句，才导致了后面一连串的汽车从我姐身上碾过去，对吗？你是罪魁祸首，即使没有证据抓你入狱，你的良心也一直受到惩罚，甚至你会遭到老天爷的报应。闭嘴！你好好想想，你弟弟、你女儿出事，是不是跟你妈妈那不该要的50万有关？闭嘴！我没有关系。你闭嘴！ 想想想，你闭嘴！好好想想。哎呦，别动手啊！来，我这说真是，来，抓我脑袋，使劲抡，抡，抡，使劲抡，来抡，抡，来抡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这砖头。 碰着我一根头发，不出2分钟，你就会进派出所留置室。如果你使点劲儿，构成轻伤，那恭喜你了，你就可以跟你弟弟沈广军在监狱里相聚了，共享天伦之乐了。来，我怎么？来抡！来抡！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你，就不告诉。 你一分钱也别想从我兜里弄走，哎，你要不嫌麻烦，你就这么耽误功夫吧，啊！我不怕耽误功夫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你就闲着，你要再让我再看见你在我们家这出现，我们就抽你！你臭我，你也会进派出所留置室？对，真是。哎，大兄弟，大顺子骂那个大金链子什么了？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儿吗？大妈。 您不关心别的，就关心骂什么的是吧？怎么，不行啊？行，我告诉你。
人呢啊！你怎么骂人？他骂您什么了？这是啥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上面记录的要是没问题呢，就在上面签个字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左臂骨折，只是到现在他还在昏迷。还在昏迷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如果说昏迷对他有益呢，我觉得他可以一直昏迷，你懂的。他都已经消肿了。是。看上去没大事儿。这小郑啊，好死不死的，你说这不惹事儿吗？郑丽人倒是挺好的，当然脾气是火爆了一点，可也不至于反纪律吧？哎，你说他为什么要把人打成这样？还能为什么呀？就是没脑子。完了。熊先生，罗检察官，陈先生。这个沈广军一直在闹事儿，从来没消停过。你们心里得点数，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。胡说什么呢？都是执法机关，干的都是法律工作，为的是维护人民的公平正义。不是你跟我说说，这胳膊肘往哪儿拐算往里拐啊？往哪儿拐算往外拐啊？郑瑞这脾气啊，确实比较暴，我们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。不过这件事儿确实是事出有因，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先查清楚再进行处理，不然像上次有服刑人员举报他受贿那样，让熊检察长和罗检察官一通忙活，这也不太合适啊。不，今儿你废话怎么也这么多呀？啊？跟沈广军一起走那两个服刑人员，你们都调查了吗？我都替你们调查了，我刚看见胳膊断了，咱们出事故了，知道吗？出大事故了，咱们出了事儿，咱们自己说了不算，得检察院的同志说了算，这不知道吗？李科长，你们于侦科配合检察院的同志把事情调查清楚，记住啊，调查过程当中不能偏袒，不能庇护，全力配合。你通知郑瑞。停职反省，先检查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啊，这就我制止不动你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一会儿就去，一会儿就去啊。我们二监区本来人手就少，郑瑞如果停职了，那我们就运转不了了。要不您从别的监区调人过来帮我们顶一顶？顶什么呀顶？我哪儿给你调人去啊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，你不知道是怎么着啊？你自己顶。记住啊。再不够也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员上岗，这知道吧？郑瑞必须进检查，必须停职反省，听懂了吗？我说还算不算数啊？行，您说了算，您是领导吗？哎，老罗，有这样的领导吗？啊，什么人都我扛着，有我这不是你们今儿怎么回事？你们什么态度？你们都是啊？陈副监狱长，既然这情况这么严重，看来我们得立案调查了。少峰老弟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先自己查，行吧？等我们查出结果来，再向你们汇报，这行不行啊？你说这事儿现在搞得这么大，影响这么不好，我们在边上袖手旁观，这不合适吧？是是是是，说的没错。那个，那这样，这边说，不是。有点事儿，跟你汇报一下啊，汇报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这么神秘？不是，我说少华兄弟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？啊，这偏得让我把话给说白了，是不是？
奖状、奖金。过两天，监狱管理局就要进行考核评比了。你等考核评比完了，让我们大家把这奖金拿到手，你想怎么着你就怎么着，别到时候这大家伙都忙活一年了，奖状奖金全都泡汤了。你说我这个那主持工作的副监狱长，那还不让大伙给骂死？这还真是个问题。是，但是别但是了，小峰兄弟，你说实话，你来检查室之后，咱们关系怎么样？不是好吧？是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我今天请求你的事儿，有没有一样是违规的？有没有一样是违反纪律的？该立案你们立案。哎，情况查核实了，你们把郑瑞给抓起来，我都不替他说情。问题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？对吧？缓几天，你等我们内部先查一查，查清楚了向你们汇报，你们再核实。再说了，这杨检察长不是在北京的吗？只要他不回来，这事儿就可以缓一缓呀。等他回来再汇报呗。兄弟，我太难了。我说这理解理解啊，就是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是我们这儿办公还占着你们的地儿呢，这关系啊绝对是没得说啊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。毕竟我们是这派出监狱负责检查工作的，你现在监狱出了问题，我们假装不知道，这不合适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呢，我们绝不能不闻不问，必须立刻开始调查。但是，我们调查不是也需要时间吗？张先生是吧？里边请。你们忙去吧。张先生，这真的是抱歉，我们真没想到您是张书记的公子。对，我就是张有成的逆子。不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原则。就这件事情上，您不必考虑我跟张有成的关系。就拿我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最好，没毛病。但是就算你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们也得给你道个歉。是这样，刚才广电民警小费已经跟我说了，那位乔小姐来派出所昨晚笔录，衡量了半天，已经决定谅解了。这就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警察同志，我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差，还是您没表达清楚。您能不能再严谨的跟我讲一讲，是个什么样的误会？我跟乔小姐，我们俩两厢情愿，碍着谁的事儿了？是谁报的警？今天您必须跟我说清楚。且不说留不留案底，至少已经侵犯我的名誉权了，我考虑反诉。抱歉，张先生，这个事情我们实在是帮不了您，因为本身就是110分配给我们的消息，那是谁报的警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去110去查，但即便我们查出来了，也不方便告诉您，以防打击报复。这个希望你理解我们一下，张先生。刚才您说了，不是让我们把你当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吗？那普通老百姓到这个时候，他不会再往下追究了，因为本身他就没有立案，没有案底，就是虚惊一场。谁呀？可以啊，长生啊，编队，当了所长就谁都敢抓了。经理，编队好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我们一伟给抓了？开玩笑的吧？啊，你这是长本事了。编队，本身就是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下达的命令，没毛病。而且这根本就没事儿。那位乔小姐不追究任何责任，又没立案，咱们到时候跟指挥中心汇报一下，就说是闹着男女矛盾，这事儿就完了。是那位大少爷一直不配合，态度特别恶劣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强奸案不成立，对不对？成立什么呀？报案人都不是那乔小姐，我估计就肯定什么第三方闹着什么矛盾弄这事儿。哎呀，难怪这个张一辉这么生气。
他跟张书杰关系一向不好，他把对他爸的气儿都撒在你们身上了。哎呀，要是他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一定不会这样的。哼，他呀，一直要跟张书记撇清关系，动不动还骂他爸两句。要我说，他现在干这事儿，他就是在利用他爸的权利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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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瞎分析了啊！事情了了就了了，到此为止。走，进去说几句好话，我把人领走。行。张先生，实在是抱歉耽误您这么长时间，您可以走了。没关系，既然都耽误这么长时间，咱们不差这一会儿了。您呀，帮我刚才说的那个……哎呀，一伟，别这个那个的了，这事情已经处理完了。走，叔叔请你吃火锅去。哎，别说，您是邢总队长，我这点小事就不给您添麻烦了，我自己解决。哎呦，还较上劲了！哎呀，行了，一伟，走。秀哥，嗯，刚才你跟陈勇你俩说啥呢？同志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谢谢配合。刚刚在里头说话不方便。说你太敏感了吧？哎，监狱里面还能装录音设备咋的？你怕啥呀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你在公众场合能少说尽量少说。你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，你不至于这么谨小慎微的。我跟你说。这没出事儿，他就不是事儿；真出了事儿，你打个喷嚏都是罪证。熊哥，其实有什么事儿呢？你可以直说。你这前奏铺垫的有点太长了。我听那个钱主任说啊，杨戬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，走之前特意指示省第一监狱的相关问题多跟武副检察长请示。现在省第一监狱出了这样的问题，咱们必须得重视。我想啊，咱们去跟武检汇报一下这个情况。咱们汇报郑瑞案的时候啊，你顺着我说，别说漏嘴了。什么我会说漏嘴啊？陈勇啊，答应咱们好多优惠条件，所以说办这个郑瑞打人案的时候啊，咱们得灵活一点，别弄岔劈了。嗯，那不是不正之风吗？怎么叫不正？尺度之内。没毛病。哎，我说大背头啊，怎么还跟大顺子干起来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他们家每天都鸡飞狗跳的，你可别找事儿啊！哎，这大顺子是不是跟他媳妇儿离婚了？宋丽敏，没错，有段时间了。对，宋丽敏，听说这个宋丽敏开了一超市吗？没错，站台超市。哦，站台超市。对。哦，那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你能把地址给我写一下？我肯定不会给你写的，就在海鲜市场边上，你自己找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跟这个宋丽敏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这个……哎，这怎么了？哎，你找宋总干嘛呀？你打听站台超市干什么？你不告诉我，我还不能打听别人？哎，别动手！哎，我没动手，我他总打我，你先放开，我没，你看，他总打我，我没动手，你松开，哎，啊，各位，哎，大背头，你把顺子哥先放开，各位看一下啊，这不是一职业骗子，这是职业骗子，他要从我妈，哎呀，他想从我妈那儿把我们家房子给骗走，我闺女丢了，我要用这房子卖钱去找我闺女，顺子哥，我靠！大背头，你放开他！哎，松开！先放开！今天晚上帮个忙，你谁帮我把他打死了？我沈广顺偿命，我一定偿命！帮个忙！你放开顺子！敢在我们地头上撒野，你哪来的？
坐吧，干是的。别动手，不让报警。你住手！你个混小子，你就是想让你弟弟枪毙是不是？你护着他干嘛呀？我不护着他，他能救你弟弟？你是被洗脑了？你咱俩下回吧啊！你等着，小子吃个饭。那下回了啊！行了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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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家的事儿太多，情情关难断家务事。大婶，大婶，我没动手，他总打我。您要不来就得把我打死。我救我孩子，他救他孩子。既然他不管我广俊，我也就不管他的苗苗了。林叔，是我妈托您来的吧？您是来帮我主持正义啊，还是帮你们公安平事儿？我这也是公事公办。行了，别想了，上车说去啊。走。郑主席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昨天还在跟你说，现在情况复杂，让你在外面老实点。这话还是热的呢。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你得问我边叔啊。有人报假警，他们就真抓人。边叔，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害我的凶手他到底是谁。一伟啊，实话跟你说，公布报案人的信息，我一句话的事儿。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干嘛？我就只是出于好奇。他诬陷我强奸，我当然要知道是谁吧。那知道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？我请他吃饭，我请他旅游，我要感谢人家百忙之中还不忘操心一下我的心。行了行了行行行，一伟啊，甭管你怎么着，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你现在还有风险并没有解除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。什么风险啊？那个姓乔的女研究生如果反悔，坚持要起诉她，他依然可以让你负刑事责任。我又没强奸呢，我负什么刑事责任啊？我边叔啊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还说他强奸我呢。你去查查刑法，关于强奸罪的定义，被害者并没有列举男人。哎，郑主席，要不你们先回去，不过这个乔小姐那边你们还是要再联系一下，关注一下，省得节外生枝。要是别人家这事就了了，可你们家情况特殊，万一对方有什么背景或者死缠乱打，就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果张书记只是一个普通的平头百姓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因为他是政法委书记，万一对方有恶意，故意制造影响，这事儿就不好办。现在网络社会、自媒体时代，越是有权有势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越引发关注。林队，谢谢你啊。不谢，我这也是公对公，派出所叫我过来的，我也并没有做什么。那行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边队，千万不能跟老张说呀。说呗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放心吧，郑主席。再见。你饿不饿呀？你肯定什么都没吃吧？还得是我亲妈，那其他人都是扯。妈，那里头东西忒难吃了，我什么都没吃，咱吃点什么去？找个地方边吃边说吧。
邓瑞，陈坚要跟你谈谈。你们两个先都忙去吧。把门带上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又控制不住自己了是不是？我说过你是咱们监狱武功最高强的人，但是我还说过呀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你有功夫就不要轻易动手啊。监狱长，沈广军这个家伙先骂我的，他故意挑衅我，当然得教育教育他了，否则那成什么了啊？我还得忍着，那到底是谁坐牢啊？还有没有黑白是非了呀？郑瑞同志，服刑人员如果态度恶劣甚至有袭警的倾向，动手必须是规范动作，你控制住他不就行了吗？你干嘛要把他打成重伤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打我们很被动？我就打了他两警棍之后再就没打他了呀，那怎么能是重伤呢？我亲眼看见了，左臂严重骨折，沈广军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你就两下是吗？两下给打成这样，那说明你武功越来越高强了呗。两下就骨折，那不可能。对，不可能。你自己干了什么你心里边最清楚，你说我怎么说你啊？过去你就因为体罚犯人受过处分吧，为什么不长点经验教训呢？现在检察室是不是在调查你的受贿问题？还没有结论呢吗？胡雪娥刚刚大闹十大法治人物的会场，全网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偏偏这个时候你就打来这么两下是吧？啊，您这两下你知道造成多恶劣的影响吗？你是咱们监狱保持了几年的模范监狱，咱丢了不要了没关系，反正是个虚衔，但是就因为你这两下对你自己造成多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吗？你的身份都有可能发生转变，你有可能从一个监管民警变成了金亚秋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啊，就那么两下不可能把人胳膊打断。监狱长，他当时一句接着一句的骂我，我真的是被逼急了，他就是有意挑衅。挑衅你就打人家呀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全国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司法部非常重视这件事情，要在咱们监狱开展扫黑除恶的第二战场。是，这些都是针对服刑人员的，但是咱们呢，作为监管人员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呀？别到时候第二战场还没开辟呢你就先沦陷了。监狱长，我不服，您要是被他那样侮辱，你哪样侮辱啊？啊，他能怎么侮辱你？干咱们这行的污言秽语听得少吗？骂两句就骂两句呗，忍着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要动手啊？监狱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17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，是被罪犯杀害的，我亲眼看见我妈倒在血泊中。这也是我来监狱工作的原因之一。我痛恨罪犯，我痛恨那些毁掉我幸福家庭的人。你们家的情况我了解，痛恨罪犯是个人情绪，不能带到工作当中来，这是起码的职业素养。我妈被罪犯报复伤害，五六辆车碾压了五六回，我那个该死的爹3天后才回来，是我都快恨死他了，是我在太平间的走廊里面陪着我妈，为了3天3夜，我妈太可怜。冠军这个王八蛋，就直接冲我说：“
我是你死去的亲娘，监狱长，你说我能不揍他吗？你给评评理，我该怎么办？沈广军要这么骂人，是他娘的太放肆了，是应该揍。但是你别给他打成骨折了啊！你身上有功夫，你得有个轻重啊。监狱长，胳膊真不是我打断的。您原来管于正的时候，我在您手下帮过几天忙，我做事情的分寸是有数的。沈广军胳膊骨折，他一定另有蹊跷。我必须得承认，我接到了王监狱长的消息，说他病情又加重了，撑不了多久了。我是真的有情绪。王监狱长就像我亲生父亲一样照顾我，他现在身体不行了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我确实不太对，否则不管再怎么骂我，我也不可能动手。你跟王监狱长的关系我知道，老王得了这病，谁也没办法。你也不用想太多。监狱长，一个男子汉在这流眼泪，您是不是觉得特别娘们儿？别胡说啊！东川省的三大冠军，谁敢说你娘们儿？我一共有两个坎儿过不去，一提起来我就流眼泪。一个是我妈的死，这辈子过不去了；再有就是老王监狱长，他对我情同再造。我那个爹不争气，我把老王监狱长当成亲生父亲一样看待。他现在躺在病床上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这两件事情被沈广军一捅，全赶到一起了。监狱长，请你理解我一下。跟我说实话，就两下，不可能骨折。我向您保证。好，这检查呀，不用写了。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就是清白的。咱们对犯罪嫌疑人还疑罪从无呢，凭什么对自己的同志要做有罪推定呢？不行，监狱长，吴政委刚才来了，上纲上线跟我说了一大堆，就差开除我党籍了。老吴那儿有我呢，先归队，所有的事情啊，都等查清楚再说。妈多了解女人啊，你说你这一天不成家的，妈这心一天都安不下来。哎呦，您可真是我亲妈，幸亏我这没成家没结婚，我这要结了婚，这多少得算一婚内出轨吧，那时候您二位又该难受了。我现在这样多好啊，单身完全没压力。别开玩笑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传出来，你这是不是打你爸的脸呢？你还让不让他干了？他爱干不干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要实在干不下去了，可以去我那儿，我那儿正好缺一看门。别胡说八道啊！你也知道你爸这个人，那家里的忙是一点儿都不帮的，对外人比对家里都强多了。你要真出什么事儿，他肯定是第一个。我知道，第一个跟我撇清关系，顺道再落井下石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妈？你别贫了，儿子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找那个姓乔的女孩，好好跟她谈谈，别让她再出什么幺蛾子。干嘛呀，妈？让我认错呀？我又没做错，我认什么错呀？没人让你认错呀。很简单，你去找她，你就跟她说你是真心跟她处朋友。你们要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，那再有什么说法她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倒也是个办法啊。反正我对那姑娘也挺来电的。如果你们都觉得好的话，你还可以娶她呀。以后那我可不干，这也太怪了吧？娶她？好好好，那你这回先听妈的话，好吗？啊，听。哟，妈，您这番话可真是利尿，去个洗手间啊。
结账。一包面，一瓶三元。现金可以吗？这年头谁还用现金啊？哎，你不是那个沈广军他嫂子吗？是吧？你谁啊？哎，我他同事啊，广军同事，保险公司的。哎，有一次你们全家去那什么地方玩，咱们遇见呢。我当时记着你穿一个那个蓝色超短裙，我特别有印象。现金现金吧，别听那扇风。哎，我听说广军那事儿不是被冤枉的吗？你家有大婶不一直替他申冤的吗？那网上都传开了。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啊，与我没关系。十五，给钱吧。跟你没关系，他不是你小叔子吗？一家人这么没有爱心啊？这话说的太难听了，嫂子。我说话就这么难听，怎么了？他杀了人，还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活该被枪毙。哎，我听说广军不是因为去找你们那失踪的女儿苗苗才摊上这事儿的吗？别提苗苗啊，嫂子。其实我看见那个沈广顺那车上那广告电话，到处在找你们的女儿苗苗。我说实话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，公安方面我有关系。哎，咱可以托人帮忙，钱不钱的先不提，先找人帮忙再说。你感兴趣吗？有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，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。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，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。当命运嘲弄对所有困难，我所有的所有渴望，像一道光。